不好意思，请问七号楼是这边吗？七号楼在那边。谢谢啊，阮清夏。其实我是来找你的。我送你的礼物你还喜欢吗？哎哎哎，别跑别跑，太远了！哎，哎呀，你别过来！你专门还为我学了这个。 你对我太好了吧！啊！别怕，我来帮你。你别过来！我来帮你。你别过来！你别怕，我只是想亲近你。你别过来！别怕，别怕，别过来！别怕，别过来！我只是想……哦！什么人？为什么要冲动呢？ 我是那粉丝，我是假扮变态来吓唬他的。少废话！哦，青柠，青柠，少废话！哦，我是假扮变态，吓唬他的。哎哎，别！啊！你混蛋！啊！混蛋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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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行吧，这鞋。没事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家吧。不用，我先请你吃饭吧。你刚才救了我，我应该感谢你。哎，不用。你怎么会在我家楼下？邢国磊跟我说了这事儿，我们俩一商量，他既然知道你办公室，又知道你家，那肯定会在这附近出现的。嗯，他还给我寄了我最喜欢的猫吉拉，发誓我再也不喜欢那个，太变态了。猫吉拉？嗯，啊，你不知道，就是一个玩具，是一只小猫，大概就是长这样。是这样的吧？哦，对对对，你怎么知道呀？送到你家快递柜的那个是我寄的。啊？没事，已经过去了，证明这个东西跟你没有缘分。你给我寄的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呀？你都不认识他，而且，你上哪儿买的呀？那个很难买的。我自己做点功课我就知道了。哎呀！不是，小夏，小夏，哎呀，你怎么了？你别生气，不就是个猫吉拉吗？猫吉拉玩具，我再给你买一个。你别，孙波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我是。我喜欢你，为什么不早说？是我的不对，我的问题。你改吗？我改，我现在就改。我觉得我配不上你，我一直觉得你跟陆峰更合适，我也一直没勇气告诉你。我今天我就大声告诉你。阮清夏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很久很久了，你能做我女朋友吗？我和你有点奇妙，有点搞笑，吵了又吵，你是我的了。想不明白或是怎么装的，这是我男朋友，是文波，这是我男朋友。祝你们幸福啊！我和你共同喜好，虽然太
少鱼和飞鸟也会遇到，我和你南极北极冷热交替，转眼又是清早，我就是一板一眼带头带脑，我知道，哎，我全都知道。我一会儿归队，今晚要加练。知道干嘛来吗？晚上回队里，我打你的车。你就没意识到自己哪儿错了？老好批评我了。问一下啊，你不是跟小夏看电影去了吗？你们都干什么了？没干嘛呀，电影是爱情片。我还买了爆米花套餐，座位也很好啊。谁问你这个了？干什么了？有没有牵手？那你买了几桶爆米花啊？你怎么不买一车撑死你？是这样的啊，一桶爆米花放在这里，然后呢，两个人一起吃。走了吗？哦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那后来比武结束后。你又干什么了？庆功宴结束以后，我就跑出去约小佳吃晚饭。小佳可高兴了，她说随便吃点，然后想去山顶吹吹风。我说太晚了，那肯定影响休息，而且夜里山顶风那么大，肯定会感冒。我就说赶紧送她回家。然后我去了趟洗手间，等我出来的时候，人没了。不是你这么怕她冷，你怎么不带她去蒸桑拿呢？行了。别开玩笑了，别跟你笑了。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全做错了。哪儿错了？你甭管那么多了，反正就是错了。我，哎，正好，外边下雨了，这也算是老天爷帮你，赶紧买把伞，去接小佳。好，好，好，赶紧。现在，快点啊！赶紧的，快点。走吧。有不高兴吗？小夏走路真快啊！我去洗手间。你又干嘛了？我没干，我给他打伞啊。你怎么打的？他走在前面，我走在后面，他在伞里面，我在伞外面。怎么了？给你一把伞，是为了让你们这样打伞的。或者这样，哦，就这样，伞小，万一雨大点，那小夏不就淋上了吗？没有万一。啊？坐。我说的也不一定对，那你看啊，既然你已经主动去约小夏去看电影，想牵手，是不是也应该你主动？你们俩在山上看夜景，人家小夏很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时候。那你干什么？哦，是这样啊。还有啊，我觉得他还没明白。这么说吧，你们是情侣，那小夏想要去做什么呢，你就陪他去做，你别老自己那么多意见。还有啊，你好好想想，你们两个是怎么在一起的？
你当天是什么情况？我明白了，队长。真明白假明白啊？我要回家了。我送你。不要。要的要的。青出于蓝胜于蓝。